为中华民国108年2月23日，岁次己亥年，农历正月十九，再拜，三拜。请主祭者杨县长往前一步，我们将进行三献礼，献花、拜。那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得到，王元龙这个公司计划里面这么多年来，第一产开工大吉大利，第二产工程